还没转过来，没事，来了是吧？宇宙第一神奇皇那冠。咱们就别让它再转一圈了吧？Three, 啊，就这，开了。其他人群可以集中，没关系，远程可以占集中，没关系。妈的，上来就开自杀了。萨满和乃德，你们两个先出去，等他读完复制再撞啊！等他读完复制，会晚一点。哎，问你嘛，啊，复制了。我中你就嘲讽啊，第二啊，你轮们歼两个灭我撞，你中们你两就个嘲撞。讽。那个萨满，那个输出萨满和那个猎人出去，还有我，还有另外一个。啊，四个人，我自己刷自己，刷好坦克，刷一下坦克，不撞了啊，不撞了，给你天使了。刷那个猎人，直到出小怪啊，直到出小怪，刷住，点刷住，点木树皮什么天使都可以跳啊。好，走走走，走走走，撞，出完了吗？出完了，撞一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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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，没事没事没事。溜掉，战术治疗够，战术个 DPS 吧。你们两个撞过了对吧？消掉了，都消掉了。场面上没有了。哎，好的好的。随便战术也随便战术。现在是火阶段。不对。线上不要有人，线上不要有人，分散战。我操！哦，没了。抓好他们血。就这个而已，没其他了。这个会出小怪吗？还？会啊，会，每一次都会，每一阶段都会。嗯。改了有点不太认得了，这 boss。往后拉一点行吗 ？boss 把机制改了吧。复生，小怪。啊，这个小怪误导给小怪误导给坦克。哦。晕一下。这个不占场地吗？这个火阶段。火变成火变成小怪了。下一个点名。下一个点名了就直接跑，奥数要跑，奥数要跑，奥数要跑，中了 debuff 的跑，走吧，太血了。不是，我建议你们奥数阶段完了以后开始血。往边上带，往边上带，往边上带，往边上带。到点再开，到点再开，你刚才40%开干嘛？我你妈死了！还有战斧吗？有战斧，有战斧，一开开拉起来了。分散。分散点，冰了是吧？不是，啊，还没，还是奥数，还是奥数。地上全是什么？远离，炸死你！远离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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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躲开，躲开，躲开！出小怪了，走过来，拉过来，拉过来，过来站锋线上面。哦，引到了，怪引到了，散开。冰霜阶段了，中了 debuff 的自己去死吧。剩20%，你中 debuff 自己刷自己，到外面自己，你们两个自己刷自己，自己刷自己。准备复制了，看好自己 debuff， 准备出去。一个猎人，一个萨满出人群。第一个、二个可以撞一下了，或者是直接去送了。不用了，不用了，不用了。不要撞了，去死就可以了。我给你磨灭了，磨灭完你就去死吧。有时间的，他有时间的，可以打掉的。哎，我刷这个萨满，他死不了。我给六队萨满树皮了。可是四队还有一个啊，啊，他死了。那没办法，只能顾得了一个。
我操，这 boss 眼神不太好打，我感觉。别来炸我呀！谁呀？我靠！差点把我炸死了！我靠！天使秒触发啊！肯定秒触发，好凶残的。